巧克力对于人类来说是美味的食物，然而对于狗狗来说却不是这样的。巧克力对它们有毒害作用，甚至会夺取它们的生命。虽然目前真正死于巧克力的狗狗很少，但是巧克力对狗狗的毒害是一种慢性过程。狗狗为什么不能吃巧克力呢？巧克力是由可可豆加工而成，含有多种甲基磺嘌呤的衍生物，咖啡因和可可碱就属于这类物质。巧克力中的可可碱，它会作用于小狗狗的中枢神经和心肌，从而让狗狗中毒。人类和猫咪都能通过新陈代谢带掉可可碱，但狗狗的消化系统缺乏这个功能。甲基磺嘌呤会刺激狗狗的中枢神经系统，使它的心跳速率骤升，从而引起多种中毒症状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杜绝给狗狗吃巧克力啊这种食品。如果误食的话，请及时到医院就诊。